拼命的去工作。我们每天讲拼命的说把自己的专业搞好，我们要讲勤奋，但是就没有讲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，有什么样的条件，我们怎么样利用它，把它搞得更好一点。所以的话呢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我们现在职业家，假如比方说他只是想到我们要搞个什么样的产品，但是呢有个什么样的项目，但是你要得到资金，你就要告诉别人，对吧？告诉这些这个投资的人，因为我们是搞投资的，你是谁，你做过什么，你能不能创造财富，能不能够得到让人家有回报，这个问题自己也应该讲的。因为我们在创业之前的时候啊，不要盲目的去说我们要开公司，要办企业，对吧？我们应该就是说，那你就是盲目的就是说呢，我们要去办公司开企业，搞了5年10年以后，我们才发现走了很多弯路，对吧？有很多条件没用上，就是猛整回头，这个时候就完了。所以的话呢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华人呢、创业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讲专业、产品、勤奋，对不对？这些一些事情，他说我们要脚踏实地，一步步的干出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社会是这样，北美这个社会呢，他最喜欢的、需要的是你有理想，你有志愿，你有目标，你有动力。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话，所以的话呢，你勤奋也没有用。所以的话呢，他必须要你把你自己的想法、你的理想、你的目标、你是谁、你为什么你能做到的事情别人做不到，你要把这些事情写得清清楚楚。不但要自己的资金，华人创业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往往是把自己的资金先套进去，对吧？先套进去，然后呢想等到自己弄好了以后，把自己的企业卖一个好的价钱，就是或者是上市，或者是自己独立占有这样一个企业，对吧？不能让人家去那个。其实呢，真正这个企业，这个在北美这个社会里面，第一是资本很重要，第二是人才很重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第一个任务呢，就是要得到大量的资金来发展你的这个企业。那得到大量的资金呢，对你的思维方式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思维方式，很多东西是一个考验，然后让人们认识你。所以我们讲，你看在海外这个那些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讲的是不是产品，他们讲的不是项目，他们讲的是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人家去投资，对吧？人能不能看好你。所以你首先要把你自己、你的，对吧，过去你做过的事情、你能做的事情都要给人家讲清楚，然后要把你的理想、你的概念，对吧？美国很多人到北美来不知道，北美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，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社会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北美是一个概念性的社会，所以的话呢，你把很多想法，就是 idea， 想法 concept 拉出来，让人家去评价你这想法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用，人家觉得值得投，人家就会投资你，而不是说你已经成功了一个事情再投。还有很多事情就是说，我们想要企业，我们要一个完整的企业，一个100%的企业，它只值几万块钱、几十万块钱，跟一个企业几十个亿、几百个亿、几千个亿的1%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话，我们说并缺一个，就是说能创造财富盈利的企业家。